18岁进入演艺圈就出道了，然后进入演艺圈我就开始从助理主持人出外景开始当起，所以其实有很多生活时间是在荧光幕前，就是录影啊什么，会暂时让我忘掉一下，就玩游戏很开心，然后做很多事都很开心，所以比较不会去想这件事。那真正有压力是这几年已经年纪大了，很多人都会问啊，开始问的时候才发现，哇，其实每一次问的时候，心里也要面对一些，也不想让对方觉得太 shock， 然后自己又反正还蛮多挣扎啊。我还没有说之前，我先问守正，然后我说。他有同意，他说好啊，没问题啊，然后也很感恩我的家人，他们都愿意支持我，对，然后也希望可以很正面去看待这件事，不要一直都活在好像自责里面这样。我走出来了，我过了，所以是没事的，对，没事的。婆婆好像也相当理解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好感恩婆婆，她真的很保护我。他真的很心疼我，他昨天还跟我说，小仙，我看新闻一直抱，我好心疼你哦。然后他说，然后我说我知道，我其实没有压力，没关系，那你先不要看电视嘛。其实我会努力，这一点的努力是会一直持续，因为我要圆满家人，我会努力，但是这个努力过程也不会执着，也不会太得失心，因为毕竟要顾好身体，身体好重要。如果我因为要去执着某件事而伤害我的身体，我觉得这也不是我父母亲想看到的，因为我好感恩我的爸妈把我生得这么健康，然后他们好爱我，所以我要更爱我自己的身体，然后要爱身边的人。或许我这辈子没有办法有小孩，是老天爷给我一个课题，要让我去学习，不是只有爱自己的孩子，也要爱别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。